习惯了。高人。哦，高人。哇，你看好多猴子。猴子。哇。还有好多会动的猴子。站在后面那个椅子在张嘴闭嘴，张嘴闭嘴，就是那个站着的那个。哪里有动？一直在那个红的站在另一边的背对着我们的那个红猴子。说的张嘴闭嘴先生。嗯。因为我看他跟别人有一点，是有一点点动。啊，在家里连续锻炼两个小时，因为我看他的脸有一点动，但是因为有个总分，然后我每次去都是最少是半小时，一般正常是两个小时，上一家跑步机上是两个小时，现在又不张了。你一上跑步机，你基本上能坚持两个小时，然后下来你再走。好像是一只活虫子在那站，在这个站在那里。对呀，一直要过红河呀。对，要到河边了。这是。